2018年4月18日的拍摄，这是开拍的第三天。来这边再坐一下。转场到了乱葬岗戏份。我也相信我，我也相信我自己。先把西装的分肉弄，先绑肉一点就肉一点了，没事啊。有没有人给我一脚？有没有肉没事啊？好走，我绑上别肉啊。一条就算不用修整到束缚，不用硬骨，也可以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。来，朋友们，来，用。快现在过来抱一下整个的腿啊！玻璃帮我下去抱大腿啊！啊好，哎呦小心，哎呦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月抱，马上抱，马上抱，扶出来一点点，看这边，啊，这边这边，来师傅，来，不给，我不给，不给，行不行？来吧，来，好了就撤了，来，来来来。这个时候你俩就已经开始话多了。腿要这样换，然后后面这个腿要打直，估计你应该 OK， 就腿部力量应该 OK， 完全不行，完全不受控的控制。对，如果是两个手花钱，然后腿要在后面这样换，难，很靠腰的。哦，不是你啊。它有一个旋转的动作。你要在捣鼓什么？铁钱蛋，来来来来，来，先从这边过来。赶紧过来。好，上你的镜头来。啊，你说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再上手，来，放下手。我带你去啊！我带你去啊！乖，身体不要往后仰。有没有墨？要弄一点在上面，先刻的东西。对啊，什么呀？太干净了。白色的什么灰灰的东西？慢慢来，不行，你弄白色够亮的。这个都是皮。再弄小一点。拿来。对，一点点，有个碎碎。别动。就行了，你看那个人说后面。你想见识一下，我们想见识一下吗？装齐了。没了，这种最不错的。2018年4月19日的拍摄。
就是叫引擎，看你的性质。所以你今天说吧，我昨天，笑什么？几点？没有那么早，九点多吧。好，也还好，也还好。点就有时间，然后就会还有时间来学，再玩会儿，再看会儿。就一看时间过了。粉丝购物团还有惊喜，哪里玩？哎，蚂蚁购物团。什么？金子轩的奏还没够数，真敢退婚？江叔叔提的。确实，我就三十多节的时候，前几天不是演了吗？也是啊，可能十六年前跟十六年后肯定有不一样，但是忘记其实他的状况其实一直都是稳，所以很难，也很难，就是要先分，要在稳里面再分稍微轻的，就年轻跟。年长。让你放手，让你放手。那我知道你会叫的是边妹。2018年4月20日拍摄，这里拍的是大凡山魏婴遇到蓝湛和舅舅的片段。这里好多的小虫子。这里应该是有些虫子跑到哥哥面具里了。来，那个小家把这又是什么词？谢谢。哇，有没有看到镜头前很多黑色的小剪影？我来拍到现场啊！你下午有啥打算？好了，来，准备。哇，刚有3只吧？刚可能有10只在我眼睛。舅舅与蓝湛开始对戏了。波子哥，你录戏咋还藏在袖子里呢？4月21日，这几天弟弟都不在剧组，在录制《天天向上》。哥哥这时候给大哥一起拍喝酒的戏份。4月22日，哥哥录制一成片。没错。你俩是不是有点抬不起啦？4月23日，这里看着哥哥怎么有点不高兴呢？下雨了。哥哥感觉不是很想摄像大哥拍他。没有点，我宁愿他不要下。下一次就会热，越来越热。
哎，不过真的比上次要方便，上次太热。4月24日，哥哥拍第二集的片段。现在下有一个火车路段，然后解的时候看见。好的，凌空的，嗯，对。啊，这上面没有，哦，有软的。嗯。科科，你的表情跟我此时的表情是一样的吗？好。嗯。哦。你看拧巴了，不行这里，那再来这里。行，可以，战斗。好，起伏在这。大哥，这样都靠边了吧？这样行吗？现在一来是直接后面展开的出现。啊，对对。嗯。你这是看到了什么？啊！把那个缰绳又搭在他后背上。海宾馆。后背，别那缠。红帽，红帽，我的啊！来，走，吁。4月21日到24日，录制《天天向上》。啊，欢迎欢迎欢迎四位！2018年4月25日，弟弟回到了剧组。感觉从这天开始，你俩话就开始多了。开始一起唱歌了。又歪了，对吧？这啥呀？就是这个绝美回头，当时真的好惊艳。来，胡小贝。4月26日，这天是导演与哥哥和弟弟一起讨论醉酒的片段。走开。歪了歪了，这得记一条，调整吗？歪了歪了，还是歪了，还是歪了。干嘛？你的膜还是歪的，我帮你整理一下嘛。紧张什么？膜乃重要之物，非父母妻子，岂能触碰？那你就当我是你妻子吧。当的啊，妻子。导演这是带头客呀。笑什么？你们兰氏规矩又多又矫情，哪个女子敢嫁你为妻啊？打一辈子光棍吧你。也好。你们是不是兰氏所有人都这么无趣啊？不理解。我没有母亲。怎么会没有母亲？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？那我四岁时呢，父母双亡，按说应该是记得，可是我现在记得野狗来追我的场景，那人长什么样子，居然也记不清。这么多场景，你要抱着我骑在驴子上，跌在前面走，你要说了些什么？你要想一想。来，吼，吼，这样吗？好，那你们两个不是好的。哦，金哦，对，是对的。
一开始酸痛，我说魏兄，你这个酒还真是不错，清醒一下了。魏兄，你这个酒还真是不错。那是当然，在姑苏啊，就得喝天子笑，以气度优待，不走却走，轻而不立，成而不妖。喝酒就喝酒，说的不麻烦。哎，将军，我呢倒觉得魏兄说的很好。所谓醇酒比美人自古有之。照你们这么说，你们干脆啊，闻着酒味早些算了。喂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听你笑，不如就在公司上。啊，可不一定哦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像你这种标准，才不会有人受得了我。什么标准？听众啊，他说先看看张琴。什么标准？什么标准？魏无羡，你敢说？美女，哎，天生美女。魏无羡，哎呀，这还要温柔听话、勤俭持家。你，哎，你别动手啊！哎呀呀！家世清白，修为不能太高，性格不能太强，话不能太多，嗓门不能太大，话心不能太狠。砰！闭嘴！哎，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干什么？啊，都说来得巧不如来得早啊，我感觉不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来得巧不如来得早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我感觉这几点不如你也来喝个两杯。人生不知处，敬酒。没那么严肃嘛，今天众人想到水行渊立了功，我们庆祝一下嘛。你们几个到戒律堂领队。啊，什么堂？什么堂？戒律堂。什么堂？2018年4月27日，这天，哥哥和师姐与舅舅对戏中。师姐，我还是觉得云梦的莲藕盘子，这才一颗云梦梅子。至于字幕，有时候我也听不清说的什么，所以就没有配上。啊，好喝，师姐。师姐，你也喝一口。师姐，啊，放后面吧。嗯。还有你那个，那，就是，你第一次给你，你不是你不吃吗？哎。那我可全吃了，你不是故意在他面前吃吗？你要去看一下那个鱼，其实你也好几天没吃了。对，我才会说。啊。那想吃是吧？好啊。最后一次机会啊！最后一次机会，再不吃就没有了。你说谁是死鸭子？你看那个，你给他那个点那个就好看。这个鱼感觉有点大，有点逼感。你等他不一定就能咬得动那个鱼。正式对戏了。4月27日，弟弟录制《绝地求生》刺激战场。那分别呢有李诞、王一博、池子，欢迎。那我们首先请四位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啊，大家都说现在估计弹幕上都在刷屏，王一博姐姐今天简直帅爆了，帅了。4月28日，弟弟录制《云深不知处》。好，来录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不得不说，波波的蓝战真的好鲜。好听，来看一下。